陡峭的悬崖上，有着背山面水格局的打狗英国领事馆官邸地势险要。不过，这也让站上领事馆看到的风景更加辽阔。拜访领事馆官邸的最佳时间是傍晚，一则是此时在热情的高雄爬上长长石阶不那么折磨人，另外就是黄昏的美景迷人。站上领事馆观景台，向东望，即可将高雄港、八五大楼和梦时代摩天轮尽收眼底。向南看，可以欣赏旗津渔港；往西望，则是台湾八景之一的西子戏照。往左右一瞧，才发现早被出双入对的情侣包围了。